他只给你留下一个账，啊，没有给你留下碗出拿根的一个有利的条件。留下炸这种脚啊，你就不能用斜口，也不能用直口，直接你就会选刀，有三种刀叫圆口。这种刀采用什么刀法呢？必须采用翻法。你看我来给你展示，轻易不交。这当这个脚趾一摸，你看只能摸到一根，来摸一下来，啊，看着没有？啊，在这摸一下，摸一下啊，啊，他在这鼓着，知道吧？这个时候必须采用圆口，然后采用翻法，啊。找准根在哪一样啊，一样看准根有多厚，你的刀是多宽的，然后刀直接啊到要害，进去以后别动啊，好了，这就完事了。这个时候你这个刀在里头采用一个什么样的动作呢？翻的动作，看到没有？就出来了。哎，就出来了。哎，这脚没啥味儿。你看，这时候你一摸瘪了，你来快摸啊！哎，你看，哎，这回就没了，瘪了。你看，这头也是一样的。啊，刀进去以后啊，采用一个翻法，这时候就出来了。你看，这样哎，这就瘪。好，斜脖收。